天天匆匆忙忙的。我先走一步，你走了啊。你真缺德。为了不锁门，我姐这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这一出来都没人影了。这是你同学送给你的？嗯。这是啥呀？我爸。你爸来了。哎呦，爸爸。到家了。我们回来了。我是三哥的。我是三哥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都是我姑娘人吃的呀。哎呀，哎呀。章鱼啊，鱿鱼，买的鱿鱼这怎么这不像呢？我看看，你尝一尝，不是鱿鱼吧？是，我一瞅就鱿鱼啊，怎么不像呢？我去买假的了，没敢炒，明天早上找吧。嗯。心情不好啊？没事儿。啊？这是啥呀？这是事儿吗？这一路小脾气。哎呀！洗洗手，吃饭了。吃这件事情。吃饭了啊，妈妈。快点。咋的啦？心情不美丽。没有。爸又说你了。我说他干啥呀？姑娘是你爸说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俺俩一块儿。俺俩一块儿。俺俩说啥了呀？俺俩哪句话说错了呀？哪句话都说错了，那你给俺俩改正一下，你给俺俩指出来，俺俩好改正。你说，你说一点，哪一点错了？俺俩改。你不要吃丸子炖白菜吗？哭了。啊？这哭呢，还笑呢？鳄鱼的眼泪呀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来，我看看，来，来，来，哎呀，拔不动，哎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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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姑娘一哭，我可高兴了。快洗手吃饭了啊！考了99分。哎呀，没事，来。完了，你要下回考100分，我俩都不再说啥了，都没有什么语言说你。下回能不能改啊？这个。主要是错了吧，还有小脾气，是不是？这点真容忍不了。谁不说？他今天听写26个英文字母，把 K 写反了。完自己还没说自己写法，嗯，完了一说还不开心了。我妈，不是姑娘，你那个 K， 你那个 K 是咋写法的？你教教我呗。你那 K， 我们不冷吗？今天穿这个。穿里边穿的啥呀？穿棉裤。没事，不冷。今天不冷。那一块扒下来了。周老师的一块。起来吧，起来吃饭，来。萌萌昨天要求要吃的冻白菜，今天就安排上了。丸子，他最豆芽，他是最爱。对，豆芽我姑娘也超级爱吃。嗯，啊，蕨菜。啊，蕨菜。嗯。完了，今天晚上想炒鱿鱼丝来的，但是我婆婆刚开始对这个鱿鱼丝产生了怀疑，所以没做。干啥呢？这挺大。嗯。发现了吗？这以前咱们买的是那种扁的。没食欲。你能吃能喝的哈。行了。一点都不咸了吗？一点都不耽误吃喝哈。你这咋不换肉呢？没换肉。我发现咋事儿那么多呢？光吃肉啊！进屋吃现成的，完还在那块挑。明天下班回来你做。换肉是不是得香？换五花肉是不是？你说话。不香。这里头不有肉吗？这肉是啥？